下面呢，咱们继续讲第24章，色欲障道。色欲障道啊，佛言呢，爱欲莫胜于色啊，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赖有一啊，要使二同，普天之音，无能为道德。佛说呀，这个爱欲莫胜于色啊，所谓的爱欲。就是情爱和色欲啊，也就是淫欲心啊，莫胜于女色啊。色之为欲，色这种情欲它会怎么样呢？就是其大无外，它的大就是这种作用啊，哎，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没有什么可以超出情欲的范畴啊。大伙儿都知道啊，有的为情欲，一辈子都放不下，也放不下啊，就贪恋这个情欲，甚至为了情欲可以杀人放火、杀父母啊、出破身血，什么事都敢干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厉害啊，所以说它像洪水啊，洪水啊，有个不可挡的那种气势啊，把所有人都给你淹没了啊。本来人呢生活在这个道上应该清清静静的，应该克服欲望来修道，正是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目的。因为他有这个女人，而你不贪这个女色，这是我们本来修道的目的，本来我们到这个世界的共同愿望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女人非常厉害，所以说我们不加小心就掉这个泥坑里去了，掉泥坑，而且呢越严这个习性越重，越来越重。现在你看这世界人呢，你看穿的很华贵，你看的就是简直没法看，男盗女娼，特别现在的这种情况更烈啊，到处都是舞厅啊，那些这些东西，而且呢搞一些乱七八糟啊，过去还能稍好一点，现在更烈啊，黄色录像啊，黄色的书籍，过去都控制差不多，现在好了，电哪都是啊，电视歌舞这些东西全是让你堕落啊。而且呢人的穿戴都在变化，都是在色欲上下功夫，现在越来越厉害，这都是陷阱，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王啊。这个色欲大的没有比它大的，天下就这个毁了，整个人类啊，人类都在这上毁掉，所以说很难逃出这一关，逃出这一关呢，我看是真很少有。有时候我很羡慕什么样的那个要饭的啊，要饭的，那孤身一人呐，拖个小饭筐啊，完回来这个要饭，我挺羡慕，最起码他没有堕落这个淫欲里去。没有这个气势之类啊，我说我挺羡慕，这也是一个缘分啊。我小时候就喜欢敲那个竹板啊，人说像我说你敲的什么像要饭似的，要饭，你什么也学不会啊，什么法器什么那个乐器我也不会，你就拿那会儿打就生你欢喜心，我可能前世也是要饭，可能就和这有缘嘛，是不是？
所以说有时候看的要饭，我挺，你别看他穷，有时候我还挺，哎，感觉他们挺庆幸，虽然哎没有住的地方，哎，吃的吃不上，穿的很埋的很脏，有时候我看他比我们干净。饭脏啊，吃了肚里都打粪，没有什么意思啊。衣服脏，洗一洗就干净啊。但是人穿再花表，心里如果贪色贪钱，比什么都脏，那是看不见的毒药，闪不见血的刀，这个可可怜。所以说我有时候，我从来我一看他们，我有时候我都挺羡慕他哈、啊。我说这好人。但他有还不足的地方，那就是说是还有没有证件，那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做啊，所以说还是出家要胜于他千百万倍啊。所以说色欲最障道啊，因为太大，而且呢有很多人为了色，本来已经修道，最后霸道而回。出家前呢，那是，谁也挡不住，那挡不住。等出家以后啊，遇到事了，啊，因为你穿的袈裟，人家恭敬你啊，他这个女人呢，他也恭敬这个出家人啊，出家人，有时候他那个邪念就生起来了，由于恭敬心产生了，就是占有的心，啊，一点点勾引啊，勾引。在你面前呢，来求法啊，求道，刚开始都是顺着你说，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庄严啊，怎么怎么奔道来求法，哎呀，你像佛菩萨，简直就说的不得了，最后你看你上了圈套，爱给他讲了，就开始，卖弄风情啊。卖弄风情，而且呢，各种的，展示他的那种丑陋的身形，使你上当，说话也变动静，是，走道也变动静，一看那简直像小丑似的。你要不知道拿脚子挺干嘛的，治脚不治脚的，眼睛就被他抓了，当你发脚的时候，你想躲他都不让，他找你了。刚开始还能控制，最后找你，很多人呢都堕入这里去了。所以说他能回到啊，对，这个女人呢能回到，特别是我们就是不见女人，我们平时对你有了一种过去的习性，她也会升起来，有时候甚至哎呀，我这人不适合出家，我应该试验，你看怎么这样的欲望心怎么这么大呢？所以说有时候升起这种心啊。实际上就是这种心，就是对色欲呢还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就你出不出家都应该断，都应该断掉。因为我们来这个娑婆世界，每个人都是来修道的，他不是娶妻生子啊，来成家的。我们本来的任务就是利用人世间这一段过程来修道，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东西啊，印证上它的危害性啊，所以说我们必须断掉自己的欲望心。你不要怕，欲望起了你就跟他俩斗，我就跟你斗，成不成我就在你这上成，我在哪成？你起了我就不顺着你想，今天起了，明天我再我非给你压过去克服，今天克服，明天克服，你就十年八年，你百十来年，我也跟你俩拼了。就有长期作战的想法，不着急，我就跟你俩斗，一点你叫我生心一念心，我也不顺着你想，你就和他这个阴郁心呐就斗啊，再采取了各种的办法，慢慢就会下去了啊。所以说佛又讲了，赖有一啊，说幸亏啊，这个色欲啊只有一个。就色欲就是那么一个呀，要死二童啊，要死二童，如果有两个的话啊，
普天下所有的众生，再没有能修道的，就一个就毁了多少人呢？一个就你说的啊，过去有说多少人难过的一关啊，所以说谁也不能修道了，就这么厉害啊！要说两个，一时间就是把人都吃了，再没有可以修道，别说吃了人，连做人你都做不了，别说修道啊！你看那个咱们说的伽蓝菩萨啊，就是关公啊，伽蓝菩萨，关羽嘛，那时候送皇嫂啊，送皇嫂，那朋友讲义气嘛啊，千里送皇嫂。有一天那个皇嫂这两个女的就引诱他嘛，啊，说就是上天冷嘛，说你可以上里面挠挠，啊，下雨啊，你说这俩女人呢就升起这么一念，也许是考验呢，实际上就是就起了淫欲心了。你关公那长相相貌堂堂啊，那种义气确实像一感佩于心。但是他这个女人，她往邪里想，啊，她没有正念，她往邪里想，啊，她要试探那个，啊，就是一个伽蓝菩萨啊，关公，关公当时就是那两眼一瞪啊，当时就把宝剑就凑出一半来了，啊，凑一半，那种气势说啊，我关母认得你啊，我的宝剑不认得你，如果再啰嗦，啊，提头来，啊，要斩他头。再有啰嗦就要斩他头了，哎，你说那种气势，在女人面前这样的人才大丈夫，啊，俩女人呢，那黄嫂她也不是说长得丑，是不是？哎，那关老爷对这些东西，你别看他以为尊敬他是尊敬这俩女人嘛，他不是呢，是尊敬他那个朋友的义气啊，对刘备的尊重，对他的兄弟之情啊，所以他因为这个。而且尊重他俩，他俩就误以为是对他有好感了，就来挑拨他，那关羽那一点儿不客气，那嘡啷一声宝，那宝剑就凑出来了，凑一半儿，那他取人头，那是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毫不客气是，你再有啰嗦，马上这个头就要拿下来了，你对女人就这样，不行，那就要给你脑袋给你砍下去啊。你再想想，给我俩啰嗦，那都不行。所以说，关羽就流芳百世，因为他这一念一种做法，好像是没有人情，就是因为没有这种人情，这会儿保证了这两个皇嫂，救了这俩女人，也成全了朋友之情，是不是？朋友也没有因此蒙羞，刘备也没有说家里出丑事了，而且脸上丢脸，朋友像朋友，是不是？等到关公的那更不用说啊，那流芳百世，大伙都承认他是个大丈夫性啊。所以说呢，他断隐孕不止一次啊，不止一次，还有一次又给他一个寡妇嘛啊，一个是什么一个过那个关哈、啊，有个寡妇，接他的寡妇给他啊，那就是当时气得不得了，他说你要你自个儿娶吧，他嫂子嘛，他给他嫂子介绍对象。关公就这么样，毫不留情，所以说呢，千古流芳，所以这个隐喻啊，可得大伙儿可以远离啊，特别是女人啊，一定要远离，必须得看破啊，看破。有的人呢看不破啊，为什么看不破呢？他老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吧？或者还老有怀疑，你都不用怀疑。怎么好你都不用怀疑，因为色欲这个永远它是这样的，它就是个毒药，它不是说毒药可以变成什么什么，这个毒它轻一点，那个毒重一点，你不要做这个想，哪个毒都会上当的。有的还有一个叫庄子成大道啊，修骨盆成大道啊，庄子啊，我们知道啊，是很有名的，历史上有那么一个人物啊，他因做梦啊。觉得自己是个大蝴蝶啊，醒了以后两袖三生啊，叶家优生，最后悟到自己牵扯跟蝴蝶有关系啊，最后去修道，后来躲避山林嘛。有一天呢，他去会朋友回来，走到半道上就看到这个坟里面啊，有个女的穿着校服在那扇坟啊，
他就问他说你干嘛怎么拿扇子扇人呢，紧着哭啊紧着扇人呢，哎他说你不知道他丈夫啊死了一个月了啊，他说的这个死了一个月了，你说现在改嫁吧得一百天，说以后才给你改嫁，他说这个这个不是一百天，说这个坟呢得干了啊才能改嫁啊，他说坟要干了才能改嫁，他说你看这坟子得什么时候干呢，他说得一个月也干不了，他着急了，那说怎么办呢，拿扇子就扇上去了，那叫坟赶紧干，他恨那个天地啊不能帮他，最后是急眼自个儿去拿扇子去扇坟啊，这累得满身的汗啊，去扇坟，哎他一看这个女人咋这样啊，当时他说的啊，你给我扇子吧，我来替你扇子。他有神通啊，他这一扇扇两下，坟就干了。这女人都预示到什么程度？遇到神仙他也不认识。哎呀，谢谢你啊，扭头就跑了。啊，你说这个，真是为了欲望啊，这个神仙他也不见了，不见了。你说这个，自己都扇不干，你说人家给扇干了，你那不可能干的事情，在他脑里就能扇干。他这个脑像精神病似的啊。就因为能扇干，别人扇干了，他也就神仙跟前他也不认识，扭头就跑了，哎，去想可能达到他出嫁的目的。这个欲望啊，这脏到把自个眼睛都脏住了，失去了最好机会啊！最后走出来就把扇子给弄谁了？给那个壮子说：“你这赠给你的。”壮子拿家了，拿家里回去就鼾声鼾气就看啊。他妻子啊一看，哎呀，他的夫人啊一看啊，说你怎么的？他就把这个事儿说了啊。他说你喊你叹气没什么，他说我就叹气啊，我怕你将来你也这样的，我死了你也会死了的。他就急眼睛啊，你把我当成那种下贱的女人，怎么怎么的，反了呀啊，拿着眼睛都瞪圆了。你要不信，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啊，咱们总定。壮子一笑没吱声啊。回头呢，壮子就逐渐有病了。哎呦，那咱们自个也不好，不几天死了，还真死了啊！死了之后给弄个棺材啊，就撞了一下，那、啊、就停那块儿啊。他在农村呢，啊，刚死不长时间，就有人来找他了。有一个老头啊，带公子来找他干嘛呢？来看庄子啊，这是个王孙啊，长得相貌非常好啊。来了，说我来拜庄子啊，来学习。他妈那时候庄子在哪呢？有不少人向他学习，哎。所以他们家也不假期不奇怪，这个女人一看啊，刚死了壮子又来了这么年轻的，那心马上就转移啊，当时就对那公子又生死于那种贪欲心了啊，殷勤招待。他说一看死了，说我能不能让我在这帮着守守灵呢，那女人说行了，赶紧守了，那他就让他守灵了啊。紧着守紧着挑拨啊，挑动这会儿呢，没装棺材就给装棺材去了啊，装了棺材了，又拍那个老头拍就是和那老头打招呼啊，问这个庄子啊，问这公子啊，见不结婚嫁哪的啊，怎么事啊，就打听，完就把自己的想法就跟那个老头说，老头喝的这个家伙。后来这个公子就说你看看现在这个，你看我这个为了啊这个老死啊没咋地，就都死了，我这不忍心男人我能这么做呢。那女人说呢，你别提他了，那有什么感情啊，他就胡说八道，前几天还弄个扇子回来还来笑话我。我跟你说你一点感情没有啊，马上就变脸了，那变成这么个说法没有感情。非要跟那个公子不走，这会儿他们说行吧，真的举说这个尸体怎么办，那你跟这做那个新房也不行啊，那行咱得有柴火房，给抬那去吧。几个人找一个人都给抬上了，弄个柴火房去了啊。弄柴火房回来看看我干嘛，举行婚事，这个公子啊就病了心脏病犯了啊。后来这个老头着急坏，这里面更着急，这是干这是怎么的了，他说你这心脏病啊，这公子平时都是死坏脑子。过去啊，因为他家里不当官嘛，就快要被杀头了，杀了头吃到灰脑子，那位置好几年生活，不犯那个病啊。如果是不死灰脑子，马上命就没有了。这个年轻还这个机会，杀了灰脑子，完了这干拿灰脑子，弄的行不行？刚死就行，死人行不行？他说死人
不超过多，比如不超过49天，把这割了。哎，说那好，那没事，那庄子刚死，刚死，不是没把他脑子取下来。啊，他说这行，说行，没事，走我去。跟那老头儿啊，说你看共产党，我去，他是胆儿大，什么都不管了，啊，提着斧子就把那棺材板子给砍砍开，啊，给撬开，撬开了，拿斧子就要奔庄子脑就要下手。你看这女的，哎，就这样式。那庄子嘞，哎，起来了。给他坐下了，说你干嘛呢？说你拿斧子，你是什么意思？你是？啊，我，他说我哎呀，我夹的东西有点东西嘛，听说我怕你让我来砍那个，这个把他先把你放出来。你看这女的花言巧语，马上就练，啊，啊，说啊是这么事啊，那太感谢你了，那你怎么穿的？穿啥衣服？你们穿红衣，带孝你不带孝，你们穿红衣服。哎呀，我为了吉祥，啊，为了吉祥，我穿的不是穿那个孝衣服，不对，这个事儿不吉祥吗？啊，这个庄子说，那你门口站的俩是谁呀？他回头一看，那公子在那站着，跟那个老头在那站着。嗯，再回一看呢，庄子没。等再回头一看，公子没有，壮子又起来，壮子又起来啊！最后呢，他一看啊，这才明白啊，原来是一场戏，考验他。最后修回来，最后上吊死了。最后壮子的把他撞了，得了，再过来把你撞进去了，把他劫了，给他撞了。举了一把火，连棺材，带着一起烧，就说完了。烧了以后，这才走。这说你想修道，你必须得断命啊！你烧的跟前一个钉子炸弹，钉子炸弹。所以说，庄子才明白，以后他再不会上当啊！世间就这么事，有很多人都看不破。实际上，天天这场戏，天天在演。你世间就这么愚蠢啊！他都会说，我那个不能那个呀。你看，你出家人哪怕你找点儿，是不是？哎，都是一样。女人她就是这种业啊，是。不万年这样，男人也是啊，都这种业，就这个欲望的心啊，太大，无情无义啊，无情无义，没有廉耻啊。所以说呢。如洪水，所以说天下只有一个了，都把道都给你毁了啊！修道让你毁了，就是才一个，如果有俩，那和他一样的，天下就没有修道人了，再不可能是他的害，这个害处太大。要是二重啊，就不能那样了，谁也不能那样。所以这色可以说，女人被女色所迷，男的被男色所迷。这个是男的和男的闹同性恋，女的和女的闹同性恋。你看这个现在这淫淫行到什么程度啊？女人如果和没有男人情况下，女人和女人才闹同性恋，男人和男人才闹同性恋。在美国呢，还继续流行啊，要求同性恋啊给法律给定下来，你是别都这样。现在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呢，逐渐的污染了，有时候甚至都污染到佛教里了。所以我们时时的警惕，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坚决的制止。尤其是地方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这是为什么不让大家出去？你们看到地方是不干净的，你说大家都不知道。现在的社会已经在变形，你人都变态，所以说呢，那病态也变态。现在都没法救啊！你和那个瘟疫啊，各种病的盛行，就是和这个人有关。人心啊，人的心太变了，慢慢灾难也变得更复杂、更厉害，它都是一个东西啊。这种东西啊，不能略啊。所以说，这种就是一种人心啊，人心。现在灭了很多人啊。有的就没有女人，也没有男人，自然自然是人性啊。
真的没有人跟你住了，来住了。到现在不对，有那么远吧？说畜生啊，最后边待不下去了，后跑苏联去。跑苏联呢，最后边结果被苏联利用，母上的宣传，宣传完以后又给送回来，最后给判了，可能军事法庭判了无期徒刑啊，判无期徒刑。他之所以陪伴祖国，最后边被作为一个反动宣传的工具，这个判了无期徒刑，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所造成的结果。最后他不控制原因，甚至他撤出来，最后结果就是连祖国他都背叛了，你说家庭父母啊都跟着蒙羞，这一生也就愣着见面，永远看不起他，就这么远，就是原因给他造成这种结果。最后呢，这个原因这么厉害，越是这么厉害，那我们就抓住了根本，我们生死轮回就是原因的问题，我们那就抓住这个阴性，我们就和他打拼了。把他拼倒了，把他断了，那一定会正果的，正果案。阴性断就会正果的，一定会正果。所以我们跟他去，早晚就跟他早走。怎么早走？一顿饭，第一个从食物上，不让这食物产生了生理的冲动，不让产生冲动，不吃好的，我们就用一些普通的清淡的食物维持这个生命力，还可以，不让食物进去。所以这个食物是很重要的，你看带有色味的有很多东西，像红酒、蟹、蒜，就这些东西都会引起冲动，那跟那肉类的更会引起冲动所以说带有味道，那么多尽量克所以食物是锻炼人心最好的一个办法，最直接的办法我曾经问过我说这个现在外面那个同性恋这么多我怎么来分辨他有没有这种行为，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经验也不会观察这些事情，他这个打法的规定是什么，但确实有点道理，他说你可以吃三顿饭就是，后来我琢磨琢磨也有道理，因为这个食物产生的冲动啊，有一难逃的一关，所以说三佛教的佛告诉我们，绝对不允许过午再食，绝对不允许，你就是要到第二天天亮，才叫食死，食死呢是最根本的，是二种意思，二种意思为什么根本？因为它能得到，能得到。而且你超越这个限制，你是得不了的。所以说佛法这个你看太清楚太明白，所以说呢过五代时没有开源，这就是个死局，你采取什么办法也不好使，没有开源，我没吃上饭，说能不能吃点冰啊，什么也不行，没有开源，有病怎么办？有病可能你躺着你泡着，再不允许你开源，只能喝点飞石浆，你想吃饭没门，这是叫死局所以说佛为什么病得这么死就是因为它的害处太大，你想得到这条不死你不可能的事情有人说那三条有修成我都说这个东西脏到不允许的，你能允你能开还能说修成咱就不知道你怎么回事了咱不好说有的时候我这三顿饭照样往西方极乐世界，你真去假去咱就不知道你剩极品咱也不知道没法说，但是违反佛的戒律是不能成佛道的所以说阴性和食物具有绝对的关系过去有个人呢就是身体老虚老有病，或者补充了很多的药物，很多的药物营养药给开了很多，最后阴郁心起来了，最后霸道不能修什么原因？你药物用够了，过多的贪入营养同样也会影响你这个心理活动引起的这个阴郁心的起来你说这些这都属于食一类，就这么厉害，药都不能随便乱吃的，你别觉得药我拿去了这营养药
补肾的，这是补心的，你讲什么都可以用，哎，用不好了就回阴气上。啊，我们清淡一些，就是说，要好像是吃亏了，甚至身体远要一些，但是阴郁心能控制住。啊，你吃个肥头大耳啊，恐怕你是个毛病，哎，这个毛病。所以说，过去修道都是清淡呐，哎，清瘦清瘦。你看那个原先那个能云老和尚啊，那小腿啊，就一层皮一层骨头，啊，一练我一看就一层皮，连找点肉都找不着，哎，除了那点血管和皮里面就一层皮啊，都是那么修道，哪有这么。他呢，长得胖胖的，走道肚子挺大，完了晃晃的，完那完了，哎，不是爱睡觉啊，哎，就是贪恋这些食物东西，将来你那个阴郁肯定是控制不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控制，哎，阴郁要断了，一定会正果的，啊，正果罗汉的，我们就跟他拼啊，哎，还包括我们睡觉也是这样。10点钟睡觉，为什么叫大家那么困才睡觉？干嘛不早点睡呢？解除点疲劳，说白天是不是打坐少困一点？那不行的，晚上最容易漏啊，因为晚上这一段都大家都养成一种习惯，这个晚上喜欢睡觉啊，喜欢睡觉。哎，睡觉的时候养成习惯就是做梦，哎，和你各种生活习气都在这里，所以说睡4个小时，哎，就起来。一觉起来不再贪恋第二觉，这样的话能断阴郁啊，这是很好一个办法，这佛所定的，哎，那不是我们所定的啊，虽然是我们刚开始不知道啊，那时候是9点啊到2点钟起来，后来就是到10点也可以，后来一看这个戒律上啊，佛经呢确实有这种记载啊，佛就这个时候声音啊都是10点钟休息，2点钟起床，佛是睡1个小时，哎，他能控制阴郁，啊，这是很了不起的。要不我们寻思，哎，再多躺一会儿，你多躺一会儿，几分钟都可能造成郁漏，哎，就把你这些日子的修行一旦就给你毁了。所以说呢，我们一旦听了打板说，你就一告起，别管他多困，啊，起来，咬牙也得起来。起来赶紧活动活动，把心里散开，完了回头呢，哎，赶紧进禅堂坐啊，这样的话来控制我们的阴郁心，不能我在屋坐行不行，你在屋坐一会儿，哎，又睡着了，第二个梦又跟着来了，到禅堂呢就差一些了，哎，禅堂的气氛它也不一样，另外呢气还有熏香呢看着，哎，你在昏沉了帮你哎叫醒叫醒，实际上就等于救你命一样，怎么救你命？就在禅堂救你命，哎，你不起来就完了，哎，你知道你漏一次，将来你又得多长时间你都补回来，你要是不漏这一次，你就把这个成就的时间一下缩短了，所以说呢，你早晨起来这个很重要，千万别贪恋这个床，所以我说呢，起来就离开床，哎，别坐那个床。哎，那个床有雾眼，所以佛告诉你不允许坐睡高大广床嘛，因为床它有雾眼的，哎，有雾眼，所以说我们起来坐禅堂啊，哎，那是非常好的，哎，想正果你非得从这下手不可，你不从这下手那是不可能的，连个你睡眠你都克服不了，你还能干什么？是不是？还说修道，你怎么修？你拿什么修？就光说嘴上说修，完了一点行为没有，该睡睡，该吃一吃，说这样没执着，哎，是你没执着，那下六不是没执着，而且执着到地狱废去不可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断这个瘾啊，断瘾要从各种方面来断这个瘾啊，不光要这么断啊，我们还要进行观啊，进行观。观什么呢？观女人啊，我们要升起了，哎，一种啊厌烦的心理啊，厌恶
啊，咽恶心，不要留着这种哎贪欲这种想法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女人，哎，我们光看到表面的，女人在男人面前她都是掩盖的，哎，她不想暴露，她自然的去掩盖，哎，男人在被射在一冲动哎什么都看不见，哎，有时候她甚至不想看。所以说那不行，必须把他这个女人的哎这种恶，我们应该知道进行惯啊，不是让你惯的相貌啊，不是让你惯的好啊，你可别做那惯，做那惯就地狱中了啊。女人食恶者啊，据说男穷啊，尽料言之啊，这是道玄祖师讲。令生厌离，一则贪淫，无量无厌，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啊。经云呢，十方国土啊，有女人处，即有地狱啊。地狱都是因为什么？都因为女人的关系，哎，男人进了地狱了。女人也进，男人也进啊！一切障道，没有说这个可障可不障，哎，绝对障道，一切障道，哎，此为是苦。女人遇男，啊，女人呢，如果贪男色，啊，如海吞流啊。大海啊，吞流啊，就是把各个沟沟岔岔的水都汇到大海里啊。他那个这个，他甚至想把天下男人啊都要吞进啊，就这种心啊，这种欲望心啊，百千万劫毕竟不满啊，百千万劫。他都不会满足的啊，永远不会停止的啊，得意忘矣啊，见到一个又看到那一个啊，心意狂乱，见可意难啊，喜愿欲交啊，见到好的他就愿意交往啊，忧火纳心啊，财富越来越多啊。多意多食啊，财物越多呀，那火越旺。哎，他见到男的越多，他那个欲望性越强盛啊。昼夜行坐啊，无妄欲食啊，每时每刻啊都想着欲望啊。受五道身啊，在五道里轮回啊，结女行舍啊，这五道身呢都是。有女行舍啊，有女人你在六道里轮回啊，有女人就在六道轮回啊，你在五道里轮回，你跑不掉，这五道里全有女人，所以说你想跳出三界，你首先就没有女人，你想不哎在这个六道轮回哎，就是哎女人的一关系，献祭以来女根未转。啊，从来没变过男的啊，没转，彻穷劫世，不眠女身，啊，故名啊贪欲无厌，二者嫉妒，心如毒蛇，家有负累，啊，这个女人呢心如毒蛇啊，嫉妒，牺牲争购，口是相亲啊，说的很好听。心如冤家啊，这个女人呢见着男人她就会说好话，这是怪的，你看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啊，骂人什么脏话她都说，哎，你说等她一见男人面，哎，她就变了啊，她那种欺骗性特别强，马上就说话动静什么都变啊，所以说呢，哎，
口是相亲，心里想的那就不是，总想不是要你钱那就要你命，哎，总想把你占为他的奴隶啊，说话的都是嘴说一套心里想一套，这不能嘛，你看他眼睛你不知道啊。我曾经啊在那个那茅棚那时候啊，那是以前呢，做区的时候下山到市里去啊办事情，坐车呢就奢心啊，正好一个女人呢在那讲话，这女人呢可能是长得可能觉得自己挺出奇呗，就到处显露啊，她就在那说话呢，就是故意把声音架高一点，也引起大伙的注意啊。他嘴里说一套，我这也不愁他，我自个儿就没事啊，就管自己啊，静。但他嘴说一套，他心里想一套，我能知道。他心里想的是那样，他嘴说是那样。我一看啊，女人原来是这样，那嘴那心里想一套，嘴说一套，他和那两回事啊。那心里呢，说的是心里想的那个东西啊，那种想法。而那嘴上说的是那种想法，那和口不对心，口不对心。而那嘴上说呢，你要是瞅那个人，看他嘴说的，好像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实际上他和心里想的，他是两回事，嘴上有一搭无一搭，那在骗人，女人那个嘴就在骗人，这也应该看到啊，应该看到。口是相亲，心如冤家，口不对心。要同夫婿更相归命，或作福宴，作福啊，解咒毒药啊，或是要是啊那个丈夫啊，他就想法去把他命给取了，作福，或是弄个小人来挑着他啊，挑着他，或是解咒毒药啊，配一些毒药，怎么样来调治来药人啊，这个我们大伙儿能清楚，那个武大郎就这么害的，是不是？那个这个武大郎这个戏演挺好，这是武大郎还能干嘛一点呢，还没有怎么有多大能耐，是不是？还没有怎么管他呢，是说那么几句他都不行，都容不下武大郎，这得把武大郎置于死地了。这女人就这样，你看那个，挺要小的啊，你说那个毒药他就敢下，连最后一口气都不让你喘出来，你喊都不让你喊，就那样，太可怕了。或故人杀害啊，故人杀害啊，他杀不了你，他甚至故人尤其或宰自己，有时候就把人呢都给你杀了以后，一些也给你嘎掉，埋起来啊，埋起来。你刚才我讲的庄子那个拿斧要砍脑袋，要取脑子，你说这个人他都这样式啊，或毁面目啊，把面目给毁了。或血一时不给好吃的啊，弄点破的糊弄啊，鞭打骂辱啊，那个你看那个女人呐，嫉妒啊，什么样都有啊，方便出他，就想尽办法把他撵走，或是赶走，财产归他啊，财产归他，这样太可恨了啊。过去又想着这块呢，想着一个出家人呢，过去他是那样的啊，他发现呢，他的妻子啊，已经外面和别的男人这勾结起来，他也不吱声啊，不吱声。有这一天呢，完他说他出门啊走，这个女人她一转身，马上招一个男人过来。他突然又回来，把那男堵住了，他冒起来，说：“你叫他出来吧。”叫他出来，
后预备的酒饭，啊，一个酒饭。他说呢，得了，你出来吧，你别害怕，我不能杀你，但有一条，你要不听我话，我肯定要杀你。哎，他说不杀有个理由，就是这个女人给你的了，啊，你不喜欢她吗？你给你的了，啊，我走。那男的不敢答应，说你要不答应，我马上到就是就杀你。后来男的一看又得这个财产，又得个女人，就高兴坏了。那女人也高兴，这家的什么都埋怨了。此最高兴的还是那个人，啊，得了，我是要看破了，我赶紧走吧，走了出家去了。哎，出家不久就得到了，哎，得到以后呢，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呢，男人把她骗完了以后，被财产一跑了，又找另外一女人，这女人被扔了。扔了就后儿就，挺，这会儿想起那个男人的好处，这女人呢就是，脸皮子厚，哎，反正脸皮厚厚的你了不得，又找那个男人去了，啊，说他平时都爱吃什么鱼啊，煎的鱼，他又给煎点鱼给送过去了，那男人也没吱声，拿那个鱼啊就放那个池子里了，后来那鱼全活了，啊，全活了，啊，这个女人一看人都得到了。自己呢，这啥也不是，这因为贪欲的心，最后呢，家没有家，是人没有人，最后没办法。姓蔡，姓蔡，姓蔡啊，嗯，张国荣，你说多好，你说你放着这清净，说他就是把女人看破，看破了扭头走了，他可是找个替死鬼，那个那就是个替死鬼，他好像找替死鬼，得了，你说这。你算是，哎，等了这么多年，可是他等你回来，你来了，得了，我赶紧跑了。所以说，哎，多了女人就能正道，所以咱们就是已经往正道这方面走了啊，千万那个要生起细心啊，方便出他啊，方便出他，他就想把男人害掉啊，害掉。欲得独立，自个儿说了算，哎，故名嫉妒，啊，三者，言取诈亲，啊，犯贱淫时未于现孝，啊，口云意念，心怀嫌恨，这女人呢，见谁都是哎呀，如何如何的。怎么怎么好长时间没看到你，那你心里说的，哎，你可别来，你来了我这又损失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哎，就是他们这个啊，这个作风啊，有的人就迷这个，一看呢啊先笑，就是好像自己对自己哎有什么好感，哎，口里又说这怎么怎么事，实际上不知道那心里那是早就翻你透透的，都想害你。对于夫婿私他男子啊，对自己丈夫面想的是他男啊，他人男子，愿赴远行，或愿早死啊，愿丈夫早走啊，和情人相遇，或愿丈夫早死，再另外找男人啊，或遇外人多种魔计，即见父时言媚附近。甚像信背啊，名为诈亲啊，好像是和你近，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啊，叫诈亲啊。这女人的这个丑态啊，智者放矣，啊，但念才艺装粉蔡训呢，啊，修治面目，啊，望他爱念啊，打扮的啊，就引诱别人，叫别人记住他，哎，为了这个目的，但助五欲不必亲疏，啊，有时候就现在人更是这样，哎，为了讨好男人呢，哎，你不管他丢人不丢人的，他现在什么都不管了，哎，只管他的哎这种欲望，啊，什么亲面在谁面前都不管啊，不为后世畜生。恶鬼他不怕堕到畜生和恶鬼里，名为放逸啊，无则口多恶业，除言虚狂，实情难得，
泛有论说，虚多实少，净净假话的多，你倒很难在他嘴里套出一句实话。有时候他们跟我忏悔啊，我说你回去好好忏悔。有时候是很难说真心话的，虚多实少啊。喜道啊，避避罪恶之语啊，最喜欢呢谈论一些无罪的语言，那表面好像不听，实际上呢，那心里可满意这种语言了。母女姐妹不相避忌，也没有这个母女关系啊，姐妹关系都烂套啊，他们都不是回避，没有长幼啊，就是什么话都说啊，骂人话呀，说是男人话呀，那些等等脏话，两舌斗烂啊，传瞎话，传送消息，诉作咒誓，经常法院。今天这么样啊，明天那样，刚头发院下午就变啊，头发院这个了不得，这我不可遇的我啊，说师傅你带到的，我说肯定跟师傅学习啊，头天能说，第二天走了，走了，第二天走了啊，不知道是哪去了。所以说哎呀，好法院啊，不畏殃报啊，不怕报应啊，并骂尊长，背后的谁都敢骂啊。他一旦要是不满足他的想法以后，那不管你谁，他都敢骂。穷助争讼啊，就是爱打官司，爱争理，老去这种事情。四名口多恶业。这是第五个。第六者呢，厌背富足，要见端正男子，无休追随或前信敌啊，一见好的男子啊，他就没有，就不要脸了啊，就开始追求啊，或前信，或是前呢派人去啊，派人去通风报信，说一些什么话。实在不行就写信啊，写信啊。过去那个有一个就那样事儿的啊，这个事我就不讲太多。或自身亡啊，甚至亲自亡啊，实在不行就自个儿亲自去啊，这人就是这样事儿。过去狄仁杰啊，说长得相貌非常端正啊，有一天呢他就是到了住在一个亲属家，是什么家啊？这个女人呢，刚死了丈夫，死了丈夫啊，正在守孝期间，刚刚死。她一看狄仁杰长得那皮肤白，庄严，非常相貌非常好，这个女就控制不了自己了，就去了。去了后，狄仁杰感谢她，也动了一下，马就自足了，心如止水，而这女人说完了以后，完狄仁杰说的，说我呀，他给他讲故事啊，他说我过去啊，遇个老和尚啊，他说你将来啊，你要过一关，就是这个女人关，后来他教我个办法，就是关女人怎么关，就是那种关不净，都关完了以后心如止水。他说我刚看你也是这么一样，马上我这么一关，你看看。表面上你这个就做不净观了啊，你看脸面怎么怎么的，身体怎么样啊，就是不净观。这不净观呢可能有这么几种啊，九种观想啊，就是就是淫死亡日啊，欲火炖清凉啊，欲淫药闻死，愁眉汗不祥，叹不祥，究竟百年后，百年后啊，同路尽回肠，菩萨久想观，苦海大净凉，它有九种观想，我把这九种观想大概写个题目啊，谁愿写的还可以写。
第一个啊，是心思浅；第二轻一些；第三是浓血啊；第四个酱汁浅啊，酱汁颜色啊被透色；第五个平淡。红色啊，第六个啊，金蚕啊，第七个古扇，骨头散开，第八个烧料线，这个九种观想啊，这个等等有时间把它抄一下哈，大伙儿可以愿意抄也可以抄一下啊。就说是这个狄仁杰呀，哎，有利用这种观想见的女人面就指出了。后来狄仁杰呢，又跟这个谁呢，又跟这女人讲，教他的办法，而这女人也这么观想。狄仁杰观来观去，这女人的心的欲望心下来了。哎，最后女人呢，最后生忏悔心了。哎，她说：“这亏了感谢你，我这是止住了，啊，我避免了一场羞辱，一场堕落。”哎，最后走，啊，最后狄仁杰的结果呢是最后，哎，作为国家的栋梁，哎，也千古流芳。咱们继续啊，继续讲啊。